中华民国咱的1907年10月17日，也就是咱大家所最敬重、敬重的咱维护国民神圣，也就是咱人生毕业典礼。典礼开始，请走圣乐。在咱人生毕业典礼来开始当中，啊，首先要来安排着咱这个咱国民先生，咱一生当中啊，咱手牵手，咱心连心，两个人共同互相拍拼扶持，一个上界疼惜的咱的护送车，啊，咱魏太太，啊，咱林牧师女士，啊，咱上前啊来做个啊，咱这个先生啊，咱生平事业的分享。大家不远辛劳的来，我想大家都怀着非常不舍的心，可是也必须再送他一次。我的夫君，国民菩萨，老家是在彰化永靖乡，全家搬到台中之后，他跟他的弟弟才在台中市出生。那他上面有两个哥哥，四位姐姐，还下面有一个弟弟。国民在12岁的时候，父亲因为意外而往生了，所以让他对父爱有一份的憧憬。然后他结婚之后，也让他对，也从来不吝啬给自己小朋友那份满满的父爱。他的母亲在全家的呵护之下，以93岁的高寿仙逝。虽然他的父亲很早走，可是他还是有得到满满的爱。国民从小就非常乖巧懂事，他课余的时间都会帮家里做事，而且他也非常聪明伶俐，在学校的成绩都是名列前茅，可是他并不会因此而感到骄傲，总是带着一个很腼腆的微笑。他的身手也相当矫健，他最喜欢的活动就是运动，从篮球、棒球、垒球、羽球到网球，无球不乐。以前我们总是被人家教说头脑简单四肢发达，可是顾人他就讲说，其实会运动的人他的脑筋一定好，所以他常常也有很多惊人之语。我想跟他同事或同学甚至跟他接触过的人都知道，他总是会突然间蹦出一个神来的一句话。所以他不仅是功课好，运动也不错，所以我们可以说他是一个非常云无云武的人。其实他一般不会被大家知道，是其实他的艺术天分也还不错。那小孩子也都有遗传到他的优点。那国民更是一个非常心思细腻，愿意跟朋友、同学、家人分担他的忧愁与烦恼。他的一生具体的体现了严以律己、宽以待人，这是我对他一生的一个评语。退伍之后，国民就进入中油炼制研究所的技辅组服务，从事研究一做就是33年，不曾有心有旁贷去换别的工作。终其一生，他有一半的时间是奉献在职场，以国民的好能源、高智慧和亲和力，更赢得公司同事与长官的肯定与信赖。我想这是有目共睹的。虽然他没有念过博士班，但是同事都知道他像是中油的一个图书馆一样，
有任何问题，他非常熟悉公司的很多的事务，所以他可以在就算他不知道，他也可以在很短的时间把问题厘清，所以同事们都会称他为老魏或者是魏博。虽然他没有念博士班，可是我想他的专业程度已经超越所谓博士学位了。他一生淡泊名利，他是乐在研究工作，所以从进研究所就一直待在同一个单位，不曾更换过。试问这样的人今天还有多少呢？国敏的一生，我觉得他真正做到一个温良恭俭让，像这样子一个世界上稀有的人就这样子离开了，更让我们觉得非常的不舍。分析有机物质是国敏的兴趣，也是他的最强项。我敢说今天台湾没有人能够除其右的人，所以各单位有什么疑难杂症，总是以特急件来催促他，所以他经常需要利用假日或进公司以解决各方的需求。其实像社会很多重大新闻当中，有关于污染或者是谋杀案，只要牵扯到跟油品的检验，其实他都有参与，但是他都没有出现名字，是因为我知道，所以重大社会案件很多他都有参与这个分析跟研判一些证据这样子。所以他在他这方面是非常的强项，我认为是没有人能够出其右的。可是他也不会因为这样子而把自己的能力不肯先再传承给下一代，好传承给年轻的人。他对于晚辈是不留一手的，提携也绝不会藏私的，完全倾囊相授。有这样勇于认识的先生，作为配偶的我唯一能做的就是让他无后顾之忧。在我印象他33年的职场生涯当中，我从来没有打过一次电话让他回家处理事情。所以概观而论，国敏真的是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，终其一生奉献在工作上，最后也倒在工作场上。所以他也可以说适得其所，可是对我们核心家庭来讲，这是天伦莫睡。在这个世界上又少了他那惯有迷人而且一抹的浅笑与酒窝，这些都让人家唏嘘不已。大家很意外的是说他走得那么突然，因为他在2016年正式被诊断为舌癌，医生建议他动手术，就动了一次手术，在成大动手术。手术后他没有做任何预防性的一个治疗，因为医生跟他讲说没有关系，因为他那时候才是初期而已。所以手术之后他回去工作、运动、生活一如往常。可是隔年我们就察觉不对了，我们就回去成大。那因为国敏的脾气个性很好，我其实是不赞成他这样子做的，可是他就是坚持第二次手术还是回到成大。可是在动完第二次手术的不到2个月，在原来手术的位置肿瘤又重新长出来，所以我们才赶快转到台中荣总来做治疗。接下来的15个月当中，他历经了36次的化疗、48次的电疗、一次重大的手术，
还有多处的肺多多好多次的肺炎住院。在今年的三月，曾经传出令人振奋的好消息。那可是主治医生说，为了安全起见，再继续化疗两个月，我们就抱持着很大的希望，总算努力没有白费。可是就在预防性化疗结束的前一周，癌细胞又来捣乱了。他的生活，平常生活作息非常的正常，不抽烟，不喝酒，又有规律的运动。在他生病以前，几乎健保卡几乎都没有使用过。如果不是他有那么好的体能，怎么能承受得了如此频繁的治疗？一般的人在接受化疗，一个疗程12次，身体就垮了。他经历36次，等于是3个疗程的化疗，2次48次的电疗，这可不是一般人能承受得了。今年的5月20日，他再进中隆要做一个手术，他要做显微镜游离皮瓣手术，就所谓俗称的植皮，因为他那个伤口不能愈合。他还是自己走进去，虽然他的步履蹒跚。我讲这一段是要跟各位说，在治疗的过程当中，国民教会我们如何勇敢面对人生的大挫折。他面对生死态度从容不迫，在全家人陪伴下安详的离开，走完他阳光灿烂正向以及专业的人生。我们很有福报，他在没有任何的痛苦，而且非常的安详离开我们了。他是一个真正的英雄，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勇士。我与孩子们永远与他为荣，虽然心中不舍，但是还是要送别他。谢谢大家出席他的人生毕业典礼，请大家永远记得他的专业，他的好脾气，他的帅气以及腼腆的样子。一路好走，随菩萨去修行。亲爱的爸爸，从小跟随你接触到羽球，你握着我的小手教导我如何握拍，如何挥拍击击球，从此奠定了我跟羽球的缘分。记得小时候每周最期待的活动就是跟你去公司打球，虽然长大以后你就改打网球了，我想一定是因为打不赢我了。尽管没有时常一起打球，我们能一起看比赛，一起聊聊体育，直到现在研究所毕业初入职场，羽球仍然是我生活中最重要的一部分。之后我仍会继续维持打羽球的这个习惯，仿佛你永远活在我们心中。虽然有千般的不愿，百般的不舍，但我们一定会永远记得你留给我们无穷的爱及美好回忆。如今你已放下一切病痛，请你不要再挂心，我也好好陪伴妈妈及妹妹，请安心的跟随佛祖去西方极乐世界。我们永远，你永远是我们最敬爱的爸爸，非常荣幸且骄傲可以成为您的儿子。爸，还记得我小时候总是喜欢黏着你，每次你下班回家，我总是要缠着你不放，老是爱跟前跟后，什么事都想掺一脚。如今在筹备着你的告别式，翻找着一张张过去的照片，这才发现小时候与你的合照，女儿总是喜欢拽着你的手一起拍照。
随着年龄的增长，渐渐的不会像在小时候一样跟前跟后，但对你的依赖却没有减少过半分。尽管是在上了大学之后，因为距离较远的关系，所以久久才回家一次，但是每次回到家第一件事情就是要跑去找你聊天，与你分享大学生活中的大小经历。你一直是很好的倾听者，让我在遇到困难时能够没有负担地向你寻求帮助。你是我的父亲，却让我能够像朋友一样无话不谈。女儿知道生前你最放心不下的便是我了，因为我的依赖与任性让你担忧了。如今你已放下一切的病痛，随着佛祖去修行，女儿会照顾好自己，代替您陪伴在母亲身旁。请您不要再挂心，安心地跟随佛祖去极乐世界。你永远是我们最敬爱的父亲，能够作为你的儿女，我感到很骄傲。你也将永远地活在我们的心中。这几天同学们在LINE 上一直都在传国民的一些故事，那我今天就在这边分享我与他的一个小故事。我与国民算是非常有缘，从小一直到大学，一路的一起成长，一起有很多的回忆。记得当时在看到榜单的时候，我还是有点吃惊，有点怀疑，说哎，这是不是一个同名同姓的人？结果非常非常感恩，我们是非常有缘，又在大学在十几万的考生中又再度成为同学。记得大一的时候，那时候学校规定每一个人都要住校，那住在山脚下的我们呢，在周末的时候大部分都选择回家度周末。那时候在我家旁边有两间撞球场，国民呢在无聊的时候就会跑过来找我，一起去练球。在当时社会是比较属于比较保守，没有像现在这么开放，所以大家对撞球场的印象多少是有点那么，这个不是特别好的场所。那我跟国民去呢，多少是有点对自己宣誓说，嘿，我长大了。那国民对球感非常非常的好，然后他练球呢，就跟他在平时学习一样，非常专注，非常有自信。那我们是从开始是从没有号码的球打，然后过来打九号球。那不久的话，他就能很帅气的刷一声九号球进洞。到现在为止啊，我还是非常非常能够记起他那个非常有自信、非常腼腆、有点带点腼腆的那种微笑。虽然历经了40年了，还是在我印象当中。老魏，一路好走。我跟国民是民国66年进东海的。那我们那个时候东海大学是一个很比较封闭的地方，比较远，所以同学周末都会在一起。因此我们真的那一班真的是养成一个培养成一个很好的一个感情。今天也有很多好朋友，我们的老同学就从台北从南部一起来参加国美的告别式。我们不止感情好，我们这班真的是很不一样。其实很多人他们都可以来分享很多有关国美的事。
那我觉得我们因为有很多充满了洒劲、充满了肯付出的同学，所以我们的班每年办的同学会真的越办越好，甚至一些另一半或是小朋友都说：“哎，你们明年同学会什么时候办？我一定要报名参加。”所以，我们就是这么的一个很感情、很好的一个班级。今天我们真的怀着很不舍的心情，我们来告别我们这位好朋友、好同学啊。国民医生虽然可能不是很长，可是我觉得他过得很充实。他有一种特质，只要你跟他相处在一起，你会觉得很愉快、很愉悦，而且充满了敬重。当然，刚刚莫叔他分享国民在专业上，那淑杰他分享他在那个小学。事实上，我们大学就是这么难腻在一起。在东莞大学，那个充满浪漫，可是又有点无聊的环境，我们在一起 K 书，我们在一起玩乐，我们在一起做一些或许比较荒唐的事。如今历历在目，真的是充满了回忆。那国民，我觉得他事实上，他是一个可以说中央大海浪了。如果说你想找他，请他帮个忙，或者请他陪你打个球，哦，他就很乐意。他虽然也在忙，他也很少拒绝。也就是说，他真是用这种对待朋友的态度来对待我们同学每个人。刚刚讲同学会，他也是每年第二个赶往同学会会场的人。可见他对同学会、对同学期望在一起的那种渴望的心，他就是一个这种很真性情的人。这张相片很传神哈，我觉得国民他在透露一种腼腆，可是又这种聪明又慧解，他实际上是很聪明，话不多。可是当谈到他的专业的时候，他却能够侃侃而谈，滔滔不绝。有些刚刚讲，有些分析可能都要找他帮忙。他就是这么样，很愿意付出人，而且他，我觉得在这边很多长官，事实上应该有长官来讲会比较好。他对中国的贡献的确不小，那他又很乐意帮助人，很多重要的任务背后都有他的身影在。他也乐于提携后进。所以很多我们同事很多的后进啊，我想都很感谢他，都很感恩他。而他不是一个他也可以成很富有的人，因为他的专业有一间国际抗癌原药的大厂，那是我们也是东海的学长去那边当研发部的负责人，力邀国民前往。那国民最后还是选择留在中油，否则他今天可能也是腰缠万贯了。不过他就喜欢中油这个环境，他在这边服务了33年，就把中油当作他人生最重要的工作。那国民他对待朋友哈，真的是好没话讲。他住在宿舍小小的。那莫叔喜欢种东西，那每当收成的时候，国民就负责派送。我想我们住得比较近的人都吃过他的那个香蕉，吃过他的香蕉的桑葚，真的充满了爱心。那他们又很有慈悲心，家里收养很多流浪猫、流浪狗，有些猫狗还受伤的，眼睛受伤。哦，他们把他照顾得非常好，买罐头给他吃。好像他们，我觉得他们都过得比他们好，猫狗还过得比他们好。国民不是没有钱买东西，可是他穿的就那么简单，那么几件，这些是公司发的员工服哈，他从小穿的就是员工鞋、安全鞋，那再不然就球鞋、运动衣服这样而已哈。我觉得这种
社会上这么淡泊名利，这么还有一件事，就是有关读博士。事实上，我觉得国民他已经去通过资格考了，是为什么不读博呢？因为他，我觉得他想说，他该学的学到了，学位对他而言，不必要，没有那么必要。他总是知道自己要追求什么，其他的他虽然很简单可得，可是他也不会去追求。他就是每一个淡泊一个简朴生活的人。所以我觉得这种真的是稀有动物，真的是我们同学间的好榜样。刚才也分享过他的家庭他在同事间的种种啊。我相信国民今天他已经虽然在疾病中这么痛苦，莫叔也讲这么大的痛苦，说如果没有相当的毅力是没办法撑得过的。可是他如今，我想他在另外一个世界有天使陪伴他，我想他同样的充满了慧洁聪明，充满了乐于助人。我要说国民，我谢谢你。曾经是我们同学，虽然同学会才见不到你，不过我们会永远怀念你。亲朋好友，看来剩下一层啊，现在学长的后面。一两边土家两边子孙代代我满心印度啊。一边我关我祖国。恭喜我们的爸爸高连山领导。向卫福国民先生施礼就，请致最深敬意，鞠躬。我祖孙入关当满地印度啊，一定破了三关，祖孙代代入关还印度啊。红花破烂走遍南疆，祖孙还盼寻，姐姐印度啊，莫变印度啊。